哎，对了，各位，我们要来红伞啊！我们红伞我们的双爆手怎么样？今天可以洗我们的伞药了，我们来闪个双爆伞。好啦，我们总共有三颗是吧？三颗一个双爆手不难吧？是不是？应该不难吧？是不是？好啦，直接来了啦，收工。怎么是加两排力量啊？哭啊！双爆！双爆！双爆！哇！我干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哇哦！哇哦！哇哦 ！Oh my god！ 我的天哪、啊！两组红伞呢、欸？真的假的？太扯了吧！Oh my god! Thank you! 感谢阿波，哎、欸，阿波，好久不见！等一下，我手发麻了，等我一下。然后手在麻，等我一下。啊！真的假的啦？看我手在抖、欸，哎，我第一件顶趴，哎呀！各位，虎年玩虎影就对了吧？相不相信各位？就说虎年玩虎影啊，然后手在抖啊，真的在抖。哦，我的天啊！亲眼见到奇迹诞生。哎呀，谢谢，30块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啊！我的天啊！啊，冷静一点。哦，哦。太扯了吧！哎，这个游戏真是好玩的，我就没玩过这么好玩的游戏啊！各位。主播恭喜比抽到轮回还扯点精华咯！精华了，这绝对精华！哎，我记录起来了，明天64位元，如果这个不见，我要哭了哦！我满头问号，如一，你有头绪吗？哎呀，没事，我也满头问号啊！真的假的、啊？卖掉是不是？卖掉换双爆手，三爆手，哎，三爆手现在多少钱？其实我不知道，哎，我到底这一波削了多少？刚看到20000是不是？三，啊，我手还在抖，等一下，啊，等一下，我手还在抖，三爆手，神秘，哎，真的20000多，哎 ，Oh my god， 三爆换双爆加其他次顶直接起飞，真的，哎，这个我卖20000。这个我卖20000，对不对？我把这个补起来，然后鞋子披风全部补起来，5件套，对不对？妈的，戒指直接买个 LV4，哦，起飞！心脏再买一个，应该不用买战斗，应该是不用买女武神了、哦，算了，之后再说好了。主播这几瓶啊，对，各位就说吧，无名村6S有料啊，有料。哎，我的天哪！哎，直接20000呢、欸，真的三爆手哎、欸，我不敢相信哎、欸，我以为这是都市传说系列的，你知道吗？红伞哎、欸，红伞三爆，2022年美好的一年，今天是2022年2月20日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牛逼！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风之谷。各位要记得点赞啊，点赞才能分享这个欧气啊！真的相信我啊，像我啊就很常点我的影片赞，好不好？我都会点自己的影片赞，点着点着就三爆手了。各位没有在跟各位开玩笑的，这个是变欧洲的好方法，点赞点起来，好不好？我常常点我的影片啊，是不是？点着点着三爆就出来了。我现在就来点我的直播赞，左下角喜欢，哦呼 ，OK。恭喜主播欧洲红闪！谢谢你的30块，谢谢！哎，好久没欧洲了，哎，真的，自从掉苦痛以来很久嘞，上次掉苦痛是2个礼拜前呢，还是3个礼拜？哇，2-3个礼拜没有欧洲嘞，各位，这样你忍得住？我是忍不住啊。嗯，看会不会太嚣张？不行，我们要低调啊！收起我的笑容啊！我们要低调，哎、啊，我整个人都醒嘞。我真的原本想说随便洗的，结果，哇哦，三排一模一样，三排耶，各位，三排耶，还是爆伤，
就说了吧，锁第三排是不是？锁第三排有搞头啊，各位，这就是为什么要锁第三排，因为一二排比较容易出好料的。那爆伤这个东西呢，一出就一定是顶趴嘛，因为没有其他趴数了。所以为什么洗双爆手红伞那么好赚，就是这样。但现在双爆手因为太多人靠这个在赚了啦，所以双爆手开始掉价了。但是洗到三爆就没这个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没问题。如果真的卖个两万多，我们抽个1000点嘛，怎么样？可以吧？这样可以吧？我不要抽一份1000呐、啊，我觉得一份500，五个100吧。不然只抽一个，我觉得好空虚哦。一个500，五个100，怎么样？那到时候再看怎么抽嘛。恭喜主播洗到三爆，我先去天台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说不定下个三爆就是你啊！冷静啊，我也是洗了高达两组的红伞才出的、啊，各位是不是？大家不要放弃啊！高达两组啊，两组哎、欸，这样好像不太对啊！想到了，想到了，我之前披风可是水沟了将近40组啊，对不对？我最近也是一直在水沟啊，我的红伞水沟了很久啊，好不容易蹲到现在啊，应该这样讲才对。听到水沟就回来了，哎，很好很好 ，OK OK， 可以可以，没事没事，冷静冷静。希望无穷啊！这个游戏继续玩，总有一天会起飞的，是不是？而且我估计再来要消业障了啦。我就说啦，各位，我这个运气啊，都是会时好时坏啦，再来可能要开始走下坡了，所以不用高兴的太早了，好不好？原本想说明天要抽那个时尚随机箱的、啊，但看来还是用收的好了，感觉明天用抽的会吐血啊。这可以说是仅次于抽到轮回的爽。而且说实在，那次抽到轮回还算打平而已，你知道吗？那一次抽到轮回是1000抽哎、欸，700多抽啦。那后面也水沟嘛，所以就算1000抽嘛，1000抽才抽一颗哎、欸，其实也差不多打平而已。这个是血赚。哎 ，BGM 都听不下去了是不是？这个是血赚哎、欸，两组红伞100块。刚洗的时候不是双爆吗？不不不，刚洗的时候是单爆。我是单跳三，好不好？我直接跳级啊，没有再跟你一二三的啦。该换本尊，反正我绝对不会亏待虎影的啦。这个虎影真的是对我太好了，我是不会亏待他的。哎，对啊，还没提到那个我的那个魔法竖琴亏烂。哎，这样是不是蛮平衡？我魔法竖琴亏6000，换2万，还算合理吧？现在都亏几个6000就发了，真的，再亏个几次，哎、欸，那次我是真的有点难过哎、欸，那天我是真的蛮难过的，苦痛加三爆减零，哎、欸，对，还有苦痛，哎、欸，你不讲我刚忘记苦痛了，哎、欸，对、欸，哎、欸，对、欸，哎，其实竖琴，哎、欸，对啊，竖琴就靠苦痛赚回来了哈，那这个三爆手是抵什么？好像没东西抵哎、欸，那就是补那个三耳环嘛，可是那三耳环又不是我的账，这样补对吗？这样我等于是拿观众的账号，在消业账哎、欸，这样不对吧？我这样很像拿观众的账号在消业账哎、欸，应该不是，我觉得应该不是，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拿观众的账号消业账？不可能，那不可能。主播打红石的时候掉宝是多少？哦，这一只吗？这只就66啊。哎，不过这只也是传奇啊，这一只我66%掉宝，一天掉了3个。那一天啊，我那3个是一天掉的，我吓到了，感觉那天是不是就在暗示我了？那天我的虎影掉宝就66%，我掉了3颗红石，然后出了3爆伤，是不是他在暗示我？我们打个中网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144%爆伤会长什么样子，各位看好喽，我们的爆伤即将突破天际，噔噔噔噔噔，144%，我还没有穿这个哎、欸，我还没有带这个五转的彗星之眼，彗星之眼会再多8%，再开一个好不好？再开一个，152%，可以了吧？我的天哪、啊，152%爆伤，227等，152%，坏掉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开打喽。感觉应该不用开太多招了，不过就一时开一下了。好了，全开了，全开了，我们不要客气了啦。
哦，我干嘛先开塔戒？太早开了。然后我们等他出来再绑。好了，那估计他要消失了。当年啊，这个困扰我们的中网啊，现在也是一只菜鸡了。暴君应该不用干嘛吧？我们绑一下。哎呦，有绑到吗？哦，有绑到。主播你几位元？电脑吗？64啊，64啊。会不会打太快？同相反颜色，好像可以带走嘞。那我们要开什么招？好像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哦，真的耶。哦，真的耶。啥名都不用开。那贝伦还是给他一点，还是要给他一点面子嘛，是不是？温馨的了就嘛，叭叭叭叭叭 ，OK， 面子给满了，面子给满了，面子给满了。